本视频将介绍 IMX 加 OF 分立脱扣加状态指示附件的安装及测试。 IMX 加 OF 的安装，将端录器手柄置于端开位置，撕下端录器左侧贴盖，将 IMX 加 OF 手柄置于端开位置，将上端卡扣与端录器扣合后，沿逆时针方向将下端卡扣扣合。IMX 加 OF 的通电测试，按照 IMX 加 OF 产品上端接线图接线。注意，接线端子上排左侧为 C1 端子，右侧为 C2 端子。下排左侧为14端子，右侧为12端子， C1 C2 接电源线， C2 14接指示灯，端录器合闸，接通电源，端录器脱扣，指示窗口变为红色，指示灯变亮，附件安装正确，试验得不到上述结果，安装错误。以上为 IMX 加 OF 分立脱扣加状态指示附件的安装及测试。